Good morning， 周六好啊，各位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和大家一起交流。昨天我发了一个，就是说，键盘侠们不要再谩骂攻击这个海外的华人了。然后有这个美国的新移民就说，这个大家是可能是你骂我，我骂你，这种很习惯了，有那种常在江湖飘哪能不挨刀的这种感觉。还有的就是在中国台湾网友说，海外的华侨请加油，就是大家比较辛苦啊。有中国大陆的网友就说，我们应该给到海外的朋友们去加油一下，不做那些事情啊。有加拿大的网友就说，这种就是在频道创办的初期难免会出现的，有很多人就会有人总是看着你，你发表一种观点，总是有人去批评你，所以要正确的去看待，而且是希望就是常常有这种那个笑，常常比较开心啊，无论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比如不管别人是去说什么去干什么，自己瞄准自己的目标，勇敢的前进，勇敢的向前就好了。就像今天早上，然后我穿这个阿拉巴马的 T 恤，然后就有老美就打招呼，嗨，你是来自阿拉巴马吗？这是我曾去过的。然后今天早上是和网友交流，有在密西西比的啊，然后和他分享一下我的频道，也加入我们的群，大家可以一起交流，做好的视频。所以像海外华人呀非常的众多，有5-6千万在海外，在美国有680万以上的华人，所以大家创立自己的频道，去贯穿中西，去学这个东西。你就像有些朋友从巴黎回到中国，这现在最近的海归是非常多的，就是回去了，感觉到国内还是非常的安全，所以大家就回去了。在海外的依然可以再待在海外，有很多还是待在原地。你看在加州的朋友就说找到了一个装修的小工，今天高高兴兴去上班去了。所以有这种乐观的精神，大家是不忘初心嘛，不忘初心，然后方得始终，就是还是要用这种拼搏努力智慧，关键是海外华人还要团结，因为在海外的话，你团结就是有力量，在海外团结你就有选票，为什么很多华人去参政，能够当部长，能够当市长，能够当议员，能当这种参议员、众议员、国会议员，能够参与到各个中间，就是说不仅你是华人能够做生意，还需要政治去保护，去保护你的正当的权益，包括那个最近加州通过那个平权法，就是让华人那个上学降低了，所以现在华人这就是要重视这种，要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利，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华人要团结的方面，大家只要团结，就会取得更大的利益，大家都就会非常的开心。如果分裂，就会各个击破，这是环古不变的道理。你就像班农为特朗普竞选是立下汗马功劳了，后来还在他早期班子当首席那种顾问，现在前两天被抓了，然后特朗普就说，
我已经好久没有和他见了。他那个做的有些东西我也是看不上的，他那个筑墙我也觉得是政府做的，不是私人做的。然后班农也在他从那个被检察官去法庭出庭，然后他保释，用500万美金保释。他是在郭文贵那个豪华游艇上被抓的，然后他出了那个法庭的门，就看到当时戴口罩，就猛一下就把口罩给摘掉了，然后走向那个记者，也走向他的支持者。他说他这一次等于是一种政治迫害，另外一个就是说对他这个筑墙啊是一个惨败，非常败，所以就下来就是扬长而去啊。然后郭文贵也是直接和他切割关系，说他那个筑墙我完全不知道，我完全不了解，然后说他那个主席我们已经为了保护他也已经不让他当了，然后我们要开那个股东大会，然后决定让给等于就是给那个班农切割清楚嘛，以前是奉为座上宾，现在已经到这个危急关头遇见了官司了。然后他就说他一些坏的事情和我就没有关系，现在班农是就是获得了一个这样的下场。BBC 也是等于最近这个班农被捕的事情是大家非常的就是关心的一个事情，是影响美国这个11月总统大选的一个重大的事件嘛，海内外的媒体都特别的关心，所以这就是一个更提到了一个大家面孔都是海外华人，华人华侨。我记得当年最在国内的时候，当年最高兴的时候就是在春节晚会的时候会感谢，会念来电啊，美国的法国的澳大利亚的意大利的还有巴西的加拿大的华侨华人，然后在祝福词上也会海内同胞、海外侨胞、香港同胞、台湾同胞、澳门同胞，就是这个。所以我当时对那个海外华人华侨就很好奇。给大家讲一个真事儿，就是我在小学4年级的时候，我和我妹还有跟着我爸然后去北京故宫博物院，然后我就是一个小男孩嘛，我就在前面跑，我爸带着我妹还有其他人在后面，然后就有一个香港同胞给我了一包糖给我，然后我就赶快跑回来给了我爸，说我第一次见到了那个香港同胞，所以我对香港的印象特别好。所以有一天就是自己也来到了海外，成为了海外的华人嘛，华人就是大家说的同胞。大家其实是这个非常的广阔，你像美国这种资源是非常的辽阔的，海外也是有非常广阔的天地的，让大家去发挥自己的智慧，发挥自己的才华，发挥自己的才能，尽情发挥，广阔天地任君翱翔，是这个。所以我是欢迎更多的海内的朋友，有机会的话，有时间的话，有精力的话，可以到海外来走一走，看一看，看看这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说一下，海外的同胞们，加油！大家是一起的，我们是一起的，加油！感谢您的收看，下次节目再见，拜拜！大家可以看我这个播放那个连的，有的东西可以看得更多，谢谢。